大家好，我是小花。我是哑巴。今天去哪里啊？舅舅家。今天我们准备回娘双小弟家，小弟的话不在家，一起和小侄子在这边他外婆外姑家嘛。然后今天他们回去，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回他们家玩了。想不想报农咖？想。今天去农开家抱一下他哈，然后抱一下他哈，让你抱个够。然后小阿峰的话，他衣服鞋子昨天买的，他是穿好了，长好了，阿发也穿好了。现在他厉害的这两个，现在准备给阿发洗个头，我也换衣服洗漱一下，照一下称看看哈，有没有称，应该有是有的。只要我们能找得到的话，好，我们先洗漱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阿峰来洗了，然后这些的话，阿峰的衣服一个衣服哥，一个裤子，我的两个裤子，这个是大狗狗的裤子，上次收东西的时候小二收过来的。现在我们三个准备要出发了啊。这个床是想请小二拉过来的，那么黑的一张床。现在给他们两个换好衣服了，因为，经过洗脸车的话，洗脸车是润的，给他们穿薄一点的。然后阿芳的羽绒服，阿迪的羽绒服呢带过来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阿迪。你在看什么？开心。现在给他们两个买点早餐吃，在这里公路边等他哈。弟媳他们，坐车下来了，就在这里带我们走。熊呢，现在还没起床。我们五六个一起回小弟家。阿芳，站在上面，不要来这高速公路上面，站在上面，快点吃好，你们快点吃好早餐了，我们就回舅舅家了。阿芳的头发呢，洗了嘛，然后现在干了。我们家的话没有抽风机，洗完车刷刷有一个抽风机，把那个带下来才能洗了啊。不要辣婆哈，不要辣婆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不要辣婆，那里有车，那边有车，站在那边，姐姐那里。看，这个你看，坐在那里哦，这样子吃。现在侄女他们来了。看，侄女的老公是小二的一个侄子，也是我的一个侄子。他新买的车。呀，你们听你说，你学习啦？你学习啦？下车了，下车了，这是我的侄女哈。还有两部侄子哈。有他不亲自的，两个啊。我是两个了呢。这太合适了，这合适了的。你去没去吧？不看。现在我们背东西回去了。哎呀，这两小小妹也下来了。然后前面是弟媳，是这样，压着。看着的这个是，楼开的一耳车哈，哎呦，看，快到家了，我妈，好开心呀，好久没过来了。哦，走的太慢了吧，阿峰和阿发，人家背着去了，阿弟你们去啊。阿弟背着去。
快点嘛，阿伯，我们太重了，这背东西的。你们两个又不背东西，走着那么慢干嘛？快点！我玉米都长这么高了。现在到弟弟家了。弟弟家的衣服呢？看现在小妹妹这个一箱啤酒，一箱饮料，一袋辣条，这些，背到上面。堂哥家玩了，我们一起去。走，堂哥家今天做米线，所以我们现在往上面出发喽。上面现在能看见的那个白色的那个房子了。妈妈，这个上坡好累呀，小妹背那么大一个背篓的，比我跑得快。吃饭喽的。现在就吃完饭了，大家一起洗碗洗盆子了。